所以，江总，你的秘密是内衣收藏爱好者。 我不是收藏内衣，我是内衣设计师。没有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，江总能够把你的秘密告诉我，是我的荣幸。其实这些女性内衣啊。 是一个二次元迷，根本就不像你们平时看到我这样雷厉风行的样子。我喜欢卡通娃娃，喜欢看漫画，喜欢一切你们觉得很幼稚的东西。<笑>我还以为你的爱好是那个小男生呢。才不是呢，才不是呢。他是他，他有他的秘密。 为什么最近脑海里总是出现池江宅这个小兔崽子？江总那么优秀的人，在我面前，我为什么还会看到池江宅的脸呢？你怎么真在这儿啊？这是我的兼职啊，敏敏给我介绍的新工作。 姐姐，我们开始锻炼吧，来。我告诉你啊，第一开始你不用跑太快，这个是加减速。姐姐，你，我知道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 接着聊去，你管我干嘛？你说什么呢？姐姐，没事吧？又不是残疾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我可以变残疾，但你不能受一点伤。你认真吗？除非你舍得我受伤。 真是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，还敢开我的玩笑了！哎呦。
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姐姐，你说你这么早下班，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我干嘛跟你解释啊？什么事儿都跟你汇报。姐姐，你放屁了呀？你才放屁了，我饿的。正好，我也快下班了，走，我背你回家。哎呀，能走，脚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今天做满汉全席、琼浆玉露，我也不吃。姐姐，我今天给你做轻食，保证你越吃越瘦。快回去休息吧，啊。消失了吗？哇！噔噔噔噔，豆腐蒸蛋，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没有任何热量，放心吃吧。哎，又真香了。池江宅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对你有一点心动，你应该会很开心吧？姐姐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记得那天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吗？哪天啊？就是那天我给你包扎手指头的时候你问我的。你说那天啊？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吧。你是男子汉吗？你们那个世界有没有一句话叫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以后不准我提这件事情，不然就把我火化。对，我就是提醒你，以后不准提这个事儿了。不是你先提的吗？你还学会犟嘴了是不是？姐姐，我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生气。不吃了，睡觉。真是个愚公闹。姐姐。好，这条过，大家先休息几分钟吧。这个玩偶演的真不错，米米这人越来越会找模特了哈。就是沙草啊。啊？我也发现他好像什么角色都能 hold 住，人长得也好看，如果去做演员的话，绝对能爆火呀。雨欣姐。大草哥。你好像出汗了，等等，我去给你拿点纸。哦，谢谢啊。哟，没想到啊，这万五福下面藏着这么好看一个人啊。哟，没想到啊，这万五福下面藏着这么好看一个人啊。你说我啊？还真是对自己的美貌一无所知啊。坐吧。哦，谢谢啊。哦，玉馨姐坐。哎，小哥哥，我们公司呢最近在招艺人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你想当明星吗？不感兴趣。嗯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先加个微信，以后要是有什么活动的话，我介绍给你啊。你有微信吗？我没有微信呀。这样吧，我们先留个电话，以后呢，你要是后悔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嗯，那好。幺八六
9871166666159杠艾特48326星杠零。哎，好了，大家开始准备接下来的拍摄。池道长，下班以后一起回家呗。好啊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姐姐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饮料在我们世界也有。笑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江总，这一共多少钱？18块钱。这是买给那个小男生的吧？玉仙，那天我和你提的交往的事情，你想清楚了吗？这个江之火，我一定要把他有女朋友的事情告诉玉仙姐。吴一心，嗯，啊，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是没工作、没收入、年龄小，就是一个在家只会给你打扫卫生、做饭的纸片人。但是你不能和江之焕在一起吧？对，我就是嫌弃你年纪小、没工作、没收入，而且是一张动不动就会消失的纸片人，哪个女孩子会跟你在一起？所以我跟江总在一块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不是。因为，嗨，雨欣的胸部健康和内衣有很大的关系。首先，你必须确定自己的上胸围、下胸围还有杯型。其次，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女性亲自试穿。还有就是，千万不要穿束胸衣。束胸衣会导致你的胸腔内体积减少，心脏的负荷增加，呼吸的系统受限等等，甚至导致不孕症等等的不良结果。都记下来了吗？来，我不行了。我不也没有爱那个人，就每天都在想这件事。臀还有屁股，但是屁股在我腰上，这屁股为什么会在我的腰上？来，对，就对对，在哪儿呢？对呀。老师，我的能量。